淘鸡粪水狂漏三小时，工程连三天出包。地上这一滩滩泛黄的粪水，从施工围篱不断流出，臭气冲天。淘鸡第一航厦这处改建中的厕所，昨天清晨约七点，因楼上旅客把异物丢进马桶，导致排水管阻塞回流，整个入境长廊因此布满粪水，弥漫浓浓屎味。恶心的状况持续将近三小时又三十分钟。更扯的是，淘鸡本周已经连三天工程出包，破了淘鸡出包史的记录。礼拜一，第二航厦免税店长廊大漏水，出现室内瀑布奇景，当晚部分区域还停电。礼拜二，同样是第二航厦，媒体办公室也漏水，天花板更散落一地。礼拜三换成第一航厦漏粪水。原先在建筑设计的时候就是不良，顺便暴雨的话产生大量的雨水，影响到我们原有排水的设计，以及在下个月召开我们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建筑设计结构防水的专家一起来开会，来研究一个妥善的治本的方法。立委罗淑蕾痛批，淘鸡根本只想赚钱，只做表面功夫才会频频出包。大家弄出来，它都是由信号出来，为什么没有保险？跟上次的也是一样，现在整个管理都出问题。掠捞，掠捞，尤其是掠捞啊，那是做不好啊，那是撩钱呢，那规个名声啊，拢个拍拍了了啊。董新闻，名声早就拍了了，报道。